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朕亡。兄，又兄弟一场，何必自相残杀？不如别打了，以小民恩仇如何？婆婆妈妈的，还是不是男人？回去多好啊！你是想想，你的孩子、你的夫人，他们都需要你的。朕让你活不过今天，元璋只能奉陪了。有什么招数，尽管给朕使出来！Yeah!
你输了，你杀了朕吧！怎么到这个时候你还死不悔改啊？有亮，你没事吧？元璋哥，求你放了他！我没有想过要杀他，是我在这儿给这假惺惺的。今生余，何生亮？朱元璋，朕请你放了青青。青青她是我妹子，我怎么可能杀她？还有你啊，我也没有想过要加害于你啊。假仁假义。哎，你真的误会我了，你是我妹夫，他们两个是我妹妹，我怎么可能要杀你们呢？都是你们那么好强，要你归顺难于登天，可是你别忘了，我们都是义军，何不放下你的汉王称号，归顺小明王为主，在我这边我们做个元帅，一起联手抗元，那不好吗？朱元璋，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，小明王已经被你控制了，朕听他的不就等于投降于你了吗？我陈友谅顶天立地，这就算是死也绝不会投降于任何人。你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哼，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。你，我大丈夫何惧一死，来呀，杀了朕吧。元璋哥，我求你放过他，我愿意拿我的命去抵。青青，快站起来，不要求他。青青，你快起来吧。有亮，你难道忘了秀莲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他还等着你平安回去呢。朕宁可站着死，也不愿意跪着生。朱元璋，别个痛快的，快过来。元璋哥，我求你，我求你放过我们吧。你们走吧。有亮，走吧。弓箭手准备。瞄好了陈友谅，不能放虎归山啊。哎，他是纸老虎，不足为患。你们走吧。谢谢元璋哥。你真的要放我们走吗？你可不要后悔。我知道你今天一走一定会卷土重来，只不过你之前救过我，这个恩就当我今天还你了。不过从今以后你我恩断义绝，下一次再见面的话绝对不会留情的。不需要。放心，别放了。